前推，拜一式 A， 吸气，双手往上，好，视线看向你的手指尖，来吐
气前弯，再一个吸气，直接点地，头抬一半，背打直。好，如果你直接点不到地板，就扶你的小腿就可以。好，希望这边是收的，屁股也没有撅很高。好，是一条直线，所以肚子是往内收，往上提。好，脚尖跟地板，把肩膀往前送，好，让肩膀超过你的手腕。胸部往前，肩膀往后往下转，胸口再往上往，脚尖贴好地板，来再骨盆往上往后推，回到下潜式。好，十个手指头都要大大的撑开，让你的第二、第三根手指头指向垫子的正前方。好，把你的脚轻左一点。好，两个脚打开，跟同步一样快。好，虎，你的上手臂要往外，虎口贴向地板。下一个吸气，抬头弯膝盖，好，没有走的，走到两手的中间，再一次脊椎拉长，来吐气前弯，好，肚子去找你的大腿，再一个吸气，双腿有力，双手再往上，好，往后延伸，骨盆往前推，胸口再往上打开，好，吸气回正，延伸，视线看向你的手指尖，吐气前弯，再一个吸气。肩点地，头抬一半，背打直，来，举双手贴地，两脚再往后踩高，上提，好，找到你的脚跟到头顶的一条直线，脚尖蹬，肩膀往前送，好，手肘弯夹肋骨两侧，吸气，胸口往前再往上，肩膀往上再往后，来到 baby cobra 蛇式，好，脚尖贴好地板，骨盆再往上往后推到下潜式。好，下犬式这边你要感觉到你的身体像一个预饭。好，我们在这边停留五个呼吸，交往前走一点点，走一点点。好，这边是要把肩膀要打好。好，十个手指头，你的指腹、指根都要用力的推。好，把骨盆往后往上推。撑不住了。好，再一次吸气，左手再往后。好，我们停留三。二，一，好，吐气，来，左手贴在你的左脚的内侧，好，右手再贴右耳，往前延伸，好，侧三角式，好，在这边你的右脚，好，下一个吸气，双腿有力，好，双手再往上延伸，好，骨盆往前推，胸口再往后打开。吸气回正到中间，来吐气，我们回到山式。好，我们要做一点点平衡的练习。好，如果你觉得站在垫子上有点不稳的话，你可以站在直接站在地板上，因为有的垫子比较厚一点点，容易不稳。留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吸气，身体回正到中间，吐气，双手慢慢往下放，双手叉腰。再一个吸气，左膝盖往上，好，让左膝盖来靠近你们左边的胸口，好，吐气，左脚往前延伸，好，再一次吸气，右膝盖，左膝盖再往上，好，吐气，左脚再往前，好，稳定好之后来双手再往上，好，吐气，左脚慢慢往下，好，往后身体再往前，双手再往前，好，我们来到英雄三，好，我们尽量让你的左腿好来到凸起地板的位置，好，身体成一个大大的梯字，两三二一，好，吸气，身体慢慢回正，来，吐气，手解开，放松，来，脚甩一下，放松一下，好，我们要换边了，好，踩在你的左大腿的内侧，好，稳定好之后，双手再合十到胸前，再一个吸气，双手慢慢往上。肩膀放松，往下呼吸。好的，右膝盖是往外打开，再指向地板的。好，下一个吐气，来，右手放在你的右膝盖上，双手折回手印。好，吐气，往你慢慢往你的右边侧弯。呼吸，来，停留三、二、一，吸气，身体再回正到中间。
吐气，双手合十到胸前，好，手叉腰，好，再一个吸气，右膝盖往上，靠近你的胸口，好，吐气，右脚往前蹬直，好，再一次吸气，右膝盖往上，好，吐气，右脚再往前，来停留三，好，身体不往后躺哦，你的身体是垂直地板的二。一，好，再一个吸气，双手再往上，来吐气，右脚往下，再往后延伸，双手再往前，好，让你的右大腿来到平行地板的位置，好，身体成一个大大的 T 字，呼吸，停留三、二，再慢慢回正到中间，来吐气，手解开，好，脚甩一下，有没有酸？好，没有酸就没有再用力了，我用力了。好，下一个吸气，直接点地桃台半背打直，来吐气，双手贴地，好，两脚往后踩，最高平板。好，我们再把把你的右脚脚到外侧贴地板上，好，把骨盆再往上推，来停留三，哦，二，一，好，吐气，左手贴回向地板，定位到高平板。好，等一下，你的脚是脚尖要回勾，这样你的力量会出来，大腿内侧的力量都会出来。好，再吐气，把左脚脚跟往你的左边掌的推地板。好，减缓你的手腕的压力，停留三、二、一。好，吐气，右脚再踩回来，右手再推回来。好，下一个吐气，膝盖点地，把胸口下巴贴地。手肘是夹在那骨两侧，再一个吸气，胸口往前滑，肩膀再往后往下转，把胸口再往上拎高，来吐气推回到下面。下一个吸气，抬头弯膝盖，好，我们用跳的，把两脚跳到两个手的外侧，好，外八的脚，好，来双手合十到胸前，来手肘推一下，好，把你的膝盖两边推开。好，我们来到瑜伽蹲，你的两个坐骨指向地板，好，眼睛轻闭，我们在这边放松一下，调整呼吸。我们要靠近你的右腰这边，把右手再绕过你的膝盖，双手在背后扣手。好，我们尽量是绕过你的膝盖，所以是在这边是帮你开髋，好，扭转向开髋，来，再一起，左边肩膀再往后，好，左边胸口再往上打开，视线看向天花板。三、二，好，来，让你所有的人再把你的右手来到，把你的大腿的前侧，好，去抱脚跟，好，如果没办法打直，你就抱膝盖就好。再左手再往你的斜上方，好，呼吸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一，好，吐气，放松。你好厉害哦！来，吸气，直接点地，头抬半背打直，来，吐气，双手贴地，好，两脚再往后踩，先来到高平板，好，膝盖点地，来，手肘弯，夹肋骨两侧，胸口下方贴地，弯腰接屁股，好，再吸气，胸口往前滑，呼吸，向上，好，保持你的左手臂在膝盖的内侧，左膝盖的内侧。再往外打开一点，把膝盖再往外推开一点。好，再一个吸气，右手指向天花板，好，视线看向你的右手。好，吐气，右手飞到你的左腰这边。好，左手再绕过你的左膝盖，双手在背后扣手。好，再一个吸气，把左边的肩膀再往后，左边的胸口再往上打开，视线看向天花板。没有三。二，一，好，吸气，眼睛先看地板，好，我弯左脚脚尖垫，好，让你的右脚来靠近左脚，好，再把重心慢慢移到你的右脚，好，臀部先抬上来，好，左脚脚尖垫着，好，变得越来越轻，越来越轻，就拉上来了，好，如果没办法绑，膝盖就被挤开，如果没办法绑膝盖上来，就扶着膝盖上来就好。好，来，所有的人，好，左手来到你的左腿的前侧，抓到你的脚跟，再一个吸气，慢慢把左腿蹬直，
把右手再往你的斜上方，来呼吸，我这次不用吸，好，停留，三、二、深深、一，好，呼吸，弯起左膝盖，慢慢放下来，手解开，上一下，放松，好，来到 cobra 蛇式，好，吸气，脚尖点地，骨盆往上往后推到下面。好，下一个吸气，抬头弯膝盖，好，没有跳的，跳到两手的中间脚交叉，坐下来，好，两脚再往前延伸，好，吸气，双手再往上，好，呼气，前弯，保持背打直哦，双手去抓到你的脚踝，或者是抓脚到外侧，好，停在自己可以的地方，好，这里一定要保持你的背是打直的，两个坐骨指向垫子的后方。吸气，背拉长，吐气，前弯，好，肚子去找你的大腿，胸口靠近膝盖，接着额头碰到小腿，好，如果肚子贴不到大腿，你可以先微弯膝盖，好，让肚子先贴好，好，贴好之后再把你的两个坐骨往后移，好，呼吸，来吸气哦。吸气啊，五，好，吸气，二，一，再往前绕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好，吸气，放松。好，来，双手放在你的骨盆上面，好，拇指在后面，好，四个手指头在前面，好，等一下你的拇指把骨盆往下压，往下压，好，我们做前弯都是从你的这个大腿根部开始折叠，所以你的骨盆是往下盖的，好，可以的话，双手撑臂，慢慢往前走，好，保持背打直，好，背打直，脊椎是延展的，停在自己可以的程度就好，好，你可以试一下，慢慢把你的手肘贴地板。好，再贴着双手，再继续往前。好，让胸口、下巴贴在地板上。好，呼吸。好，停在自己可以的程度就好。好，保持背是直的。好，下一个吸气，头抬，双手撑地，两腿并拢在一起。好，敲地板，放松一下。好，弯曲膝盖。好，等一下，我们用船式慢慢躺下来，双手先放在你的大腿的后侧。好，慢慢往下滑，肚子收紧，肚子收紧，往后躺，肚子收紧，往后躺，不要咚的一下下来哦。慢慢往后躺，轻轻的把身体放下来。终于躺下来了。好，来吸气，我们先把左脚带高。好，手你的食指、中指扣住脚大拇指，好，再吐气，把你的左脚，好，往你的左边打开，好，右手放在你的右边的骨盆上，好，把右边的骨盆往下压，好，让你的骨盆不搬动哦，好，头看向你的右边，好，再眼睛轻轻放松一下，对，好，这样会比较轻松一点。换边了，好，再吸气，右脚往上，好，我们让你的右手食指、中指扣住脚大拇指，好，再吸气，把右脚往你的右边打开，左手放在你的左边骨盆上，好，把左边的骨盆往下压，好，头再转向你的左边，再眼睛轻轻放松，把你的膝盖先，把两个膝盖都倒向你的左边，好，右手来到你的头顶的后侧，好，画一个圈，往你的右边打开，好，视线再看向你的右手，好，让你的右边肩膀贴在地板上，轻轻，把你的左手可以放开，下一个吸气，头回正，膝盖再回正到中间，
好，我们再双手抱膝盖。再一个吸气，头抬来，额头来找你的膝盖。好，肚子要收，停留，三、二、一。好，吐气，头慢慢放下来。好，我们两个膝盖再左右摇一摇。好，按摩一下你的后背腰。好，再把两个膝盖，好，收到胸口。好，双手扶在你的膝盖窝，好，大腿后侧，好，前后滚，可以滚三次坐下来。终于起来了，手肘要微微弯，右手肘微弯。好，把左边肩膀往后推，视线看向天花板。好，透过你的左边的手肘，好，印象看向天空。